二零二四，2024, 除了《庆余年》《墨雨云间》这些古装剧之外，不少现偶都市剧、甜宠剧播放表现也不错呢。像是刘亦菲《玫瑰的故事》，谭松韵《你比星光美丽》，热度都很高。还有最近热播的小甜剧《私藏浪漫》。近期鹿网也统计出，二零二四现偶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十，《私藏浪漫》五十三亿，没进前十，《你比星光美丽》八十四亿，冠军唯一破四百亿。 二零二四笑傲路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十，刘浩存零一脱轨五十四点七亿。脱轨于去年十二月中旬开播，热播期横跨到二零二四，所以也被计入二零二四榜单中。这是去年很被看好的甜宠剧，剧情结合平行时空、穿越加悬疑。零一和刘浩存男帅女美，质感不差，但就是热度很低迷。一些观众看到刘浩存就先被劝退，整部剧播得毫无水花。 《脱轨》收视成绩不佳，但在抖音平台的短影音播放量还可以，累计达五十四点七亿。《脱轨》讲述原本是富家千金的江小媛，意外穿越回到七年前，成了一无所有的打工妹。绝望之际，自称是她青梅竹马的祁连出现，并一直默默帮助她。两人的心渐渐靠近，也发现各自的秘密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零二四限奥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九。 童谣，张新成，《微暗之火》五十六点八亿，《微暗之火》和你比星光美丽，《我的人间烟火》一样，改编自九月晞的小说。不过，《微暗之火》是集中播的很默默的一部，故事其实有看头，结合悬疑加犯罪加姐弟恋题材相当大胆。不过，这部剧比较挑观众，因为风格偏文艺，节奏比较慢，所以比较难出圈。但如果能耐着性子看下去，质感其实不差。 《未按之火》讲述淳朴保守的清水镇上，从名牌大学退学回家的周洛，结识了美貌少妇南雅。关于南雅的风言风语始终不绝于耳，但随着两人日益熟络，周洛发现南雅的另一面。原来她的婚姻并不美满，甚至是家暴受害者。而就在欢乐的千禧年夜晚，南雅疑似砍伤了他的丈夫。二零二四现熬陆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八，陈星旭、张若楠，你有今天五十八点一亿。 二零二四上半年，陈星旭有两部甜宠剧上线。这部《你有今天》口碑、热度、抖音播放量都更胜另一部《我们的翻译官》。《你有今天》质感确实更好。这部剧的导演是拍过《遇见王沥川》的陈明章，功力很好，爱情线火花张力十足，剧情轻松搞笑，连职业线都不敷衍，是今年被大推的小甜剧。 女有今天讲述陈瑶被最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录取，她决定搬到离公司近一些的地方。没想到另一个租客竟然是陈瑶律所的老板钱恒。钱恒第一天就对陈瑶展开魔鬼训练，目的却是为了要赶走他。陈瑶加倍努力，反倒让钱恒刮目相看，两个人逐渐擦出爱情的火花。二零二四现偶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七：李现、周雨彤《春色寄情人》六十三点九亿。 李现近年推出的《春色寄情人》去有风的地方都是走高质感路线，两部剧风格基调有点相似，都是都市人返乡遇真爱的故事。而《春色寄情人》男女主角都是边缘人的设定，一个是职业特殊的遗体整容师，一个是腿有残疾的销售员，两人双向救赎。 春色机器人讲述小腿残疾的庄杰回乡路上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麦冬，后来两人又意外重逢，两人在试探拉扯中逐渐靠近，逐渐疗愈彼此内心的伤痛。这部剧因为不是撒糖向的甜宠剧，所以热度不算很高，但剧里对于爱情生死的描绘都相当有余韵，是上半年超高评价的现熬录剧。 二零二四要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六零一，周也别对我动心六十七亿，零一又一部甜宠剧上榜啦！别对我动心是二零二四小有热度的甜宠剧，和以爱为营一样改编自俏瑶的小说，但改编效果比以爱为营好很多。这部的制作团队和亲爱的热爱的是同一个，制作水平稳定，剧情节奏适中。剧中男主反向追妻，爱情推拉的情节很吸引人，又甜蜜又搞笑。 别对我动心，讲述校花岳千灵一直暗恋学霸顾寻，可惜顾寻早已在游戏中清新彪悍的搭档糯米小麻花，他对岳千灵十分冷淡，在网络世界却用尽百般武艺套路小麻花，但谁能想到小麻花就是岳千灵，顾寻最终不得不反向追妻。二零二四仙瑶路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五，杨紫、范丞丞、要九九爱七十六点七亿。 杨紫的每一部剧在抖音的播放量都很可观，《长相思》《沉香如屑》《余生请多指教》《亲爱的热爱的》和今年的《承欢记》都冲破百亿。相较之下，《要九九爱》算是杨紫主演的录剧中抖音播放量偏低的一部了，但也有七十六点七亿。 《幺九九爱》是一部怀旧青春情感剧，不是那种疯狂撒糖的甜宠剧，所以话题表现一般。不过杨紫的地标已经是其他明星都望尘莫及的播放量了。《幺九九爱》剧评也还不错，剧中的爱情友情都塑造的很细腻。二零二四现偶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四：谭松韵、徐凯，你比星光美丽，八十四点二亿。 《你比星光美丽》奇月首播，抖音播放量火速冲破八十四亿。谭松韵和徐海这个组合看点满满啊！《你比星光美丽》是一部创业向的甜宠剧，讲述女主纪星走上创业之路，她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总裁韩廷的支持，两人日久生情的故事。 《你比星光美丽》其实是一部挺老套的霸总甜剧，充斥各种老梗，套路不新鲜。幸好两位主演够吸睛，徐凯演霸道总裁素感很强，而谭松韵演技自然讨喜，所以还是吸引许多剧迷入坑。七月对打《长相思》、《度华年》等古装偶像剧，但依然冲出高热度和高评价。二零二四新奥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三，吴磊、赵今麦在《暴雪时分》九十六点八亿。 在暴雪时分是二零二四上半年的高热度甜宠剧，找来吴磊、赵今麦搭档，播出前就拥有高热度，播出后也话题不断。这部剧和《亲爱的，热爱的》《很想很想你》一样，都改编自墨宝非宝的小说。虽然剧情比较平淡一点儿，但非常高糖，而且剧集制作质感很好。在暴雪时分，异果 CP 的相关短影音在各大平台播放数据都很亮眼，大家就爱看帅哥美女甜恋爱。吴磊和赵今麦真的搭。 二零二四新奥陆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二，杨紫、徐凯《陈欢记》一百零六亿，《陈欢记》冲破百亿。今年有两部艺术小说改编剧上线，一部是杨紫《陈欢记》，一部是刘亦菲《玫瑰的故事》。相较之下，《玫瑰的故事》质感更好。不过两部剧话题表现都不错。剧版《陈欢记》对比小说改动很大，风格更温馨、更甜爱，但也更狗血。 《陈欢记》剧中陈欢控制欲超强的妈妈，以及杨紫和徐凯的甜爱 CP 线都引起了话题。改编有成功抓住观众口味，因此《陈欢记》播出期间讨论度相当高，在抖音也冲破了百亿的播放量。讲述平凡女孩麦陈欢努力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挣脱，并接受奶奶交托的酒店展开的成长故事。二零二四现偶录剧抖音话题播放量 TOP 一，刘亦菲、佟大为《玫瑰的故事》四百一十一点三亿。 冠军是《玫瑰的故事》，这部剧太狂啦，在抖音播放量冲破四百一十一点三亿，是二零二四年唯一冲破四百亿大关的陆剧。像《庆余年》第二季、《墨云间》这些古装剧，虽然也热门，但在抖音的播放量都落在两百多亿。《玫瑰的故事》断层第一。 《玫瑰的故事》能冲出这么好的成绩，都是因为女主角刘亦菲。刘亦菲主演的陆剧每一部都自带高关注度，而《玫瑰的故事》又很狗血。除了刘亦菲以外，林更新饰演的前夫方协文在抖音的热度也很高。剧中他充满控制欲的金句在抖音观看量都很惊人，太气人了。《玫瑰的故事》剧情很能引发观众讨论欲，热度确实高。除了以上十部，近期热播的《私藏浪漫》也不可小觑。 《四藏浪漫》于七月底开播，不到一个月已经累积了五十三点七亿的抖音播放量。像《脱轨》《你有今天》这种更早上线的路剧，播放量累积自然更有优势。而《四藏浪漫》短短时间就冲出五十三亿，真的算热度不错。这也是近期话题度最高的路剧。那么大家最喜欢哪一部呢？欢迎留言讨论哦。